Men Nurmehmet Qadir, Mutellip Nurmehmetning dadisi. Mening balam 40 yoshga chegen, 2018 yil 9 ayında biyaram bulap doktorxonaga olib bordik. Ondan chiqqan chiqadigan vaqtida doktorlar buni degan. Diqqat qil, diqqat qilmasang yana qo'zg'aydi dedi. Mening balam o tarbiyalash o'rniga qatnashqanim yo'q. Hech narsa qatnashqanim yo'q. Mening balam shu kesel bilan tugab ketdi. 我叫张静，是穆塔里普努阿买卖体的主管大夫。患者曾在 2018年 9月17号 因为急性胰腺炎、酒精性肝病，在我们胰腺外科住过院，当时好转出院。出院的时候呢，就嘱患者说日常呢要禁饮酒。在 2018年 12月11号的时候， 患者因为意识不清呢，由家属送入我院。当时患者的爱人提供说， 家属已经在院外饮酒七天，入我们医院呢，患者是一个神志昏迷，呼吸中有酒味，当时呢，我们就诊断急性酒精中毒，入院以后呢，给予积极的抢救，气管插管、补液、质酸止血治疗，但因为病人呢病情严重，抢救十天呢，最终因为急性酒精中毒，酒精中毒性脑病呼吸衰竭，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，导致患者死亡。我是尊纳伊姆拉提，我是穆塔里夫努尔麦麦提的爱人。 我老公去世因为生病，跟这个教培中心没有关系。有些媒体就是谎言，说是我老公去世跟这个教培中心有关。其实我老公没有去过教培中心，因为我老公去世以后，我们家里全家特别伤心，我们心碎了。你们再也不要说这个谎言了，你们要不要炒作这个事情了？我就希望你们以后就停止这个谎言。